三千烦恼丝是人人都有的困扰，也因此衍生出了庞大的法品市场商机。今天节目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创业素人高甘霖的故事，看他如何透过法类产品的代理经销，成功逆转人生，打造顶尖的法品事业王国。上午七点不到，高甘霖已经开始展开一天的奋斗行程，忙进忙出地将刚落地台湾的一箱箱产品搬上这一台抹上号车上，准备送往经销据点及订购处。而紧凑的送货行程也透露出亮眼的销售佳绩。在加入代理之后，这三个月期间回购率也蛮高的，所以我就晋升为总代理，就是大盘商，这样子能让台湾更多人的皮肤还有头发头皮都能使用到这种产品。有着一头长发的高甘霖之前也曾为头发保养问题所困扰，在因缘际会下接触到该法类产品后，让他决心跨入法品代理商的经营领域，要跟更多人一块分享这个划时代的科技洗护产品。当初是因为同学的介绍之下，我认识了摩上产品，那我就跟他买一组回去洗了之后，解决了我头皮的问题，那头发的问题也都解决了。那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，一定要给更多的人知道，更多人使用这样子。之前他来找我们的时候，就是希望能做一个深层的清洁，发现就是他其实平常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毛囊孔阻塞的问题。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自己带了一组摩上的产品过来，然后请我们帮他做调理。那我们调理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发现其实它的效果就有很明显的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善这样子。凭着自己的使用心得加上勤奋的开拓，高甘霖的行销成果相当亮眼，旗下经销据点不断攀升，逐渐打开了产品的口碑及知名度。由于仿冒者猖獗，镜头前的高甘霖正仔细扫描每一瓶每一箱产品的 QR 防伪码，必须确认无误后才能出货，以保障消费者权益，避免买到假货。在这历程其实每天这样跑来跑去还蛮辛苦的，可是看到很多人的头皮都有获得解决，还有皮肤获得解决，那在这个期间就觉得还蛮快乐的，对，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本身经营发廊的 Annie 也是高甘霖旗下的经销商之一，试用过产品之后也加入了经销行列。除了在店内设置产品展销专区外，也让来店顾客进行试用体验，因此而缔造出亮眼的销售成绩及回购率，成为高甘霖创业路上的好伙伴。通常客人一进来的话，我们先作为体验，然后体验完之后啊，客人就会觉得说，哎，上次我用的那个抹上产品啊还不错，就是头皮比较清爽，然后头发发质有做些改善，对，然后下次来他来消费的时候，他还会要求说，哎，我要像上次那个再体验一次看看。由纯植物萃取、40%纯浆成分的洗护产品，强调天然无细鳞残留，帮助许多长期为发质受损及头皮出油所困扰的民众，找回健康的三千烦恼丝。换季的时候本来就是头皮都比较干痒，或者是有一些头皮屑，然后用完之后也觉得改善蛮多的。跨入法品事业的经销代理领域后，高甘霖逐渐实现心中潜藏已久的创业梦，不仅帮助周遭朋友拥有健康的头发，也帮助创业伙伴打造可长可久的稳定事业。下一步他对自己的期许则是，未来想要晋升为公司的总监，然后把产品推销给更多国家，让更多国家的人都因此用到产品，然后得到头皮的问题改善和皮肤问题改善。在因缘际会下开启了与法品事业的缘分，高甘霖靠着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耕耘，把握了创业的良机，成功开创属于他的法品创业人生。欢迎加入我的摩上代理行列，16434元，让您开启创业之路。